石甲得唔得？咁、嗯、加咗味道之後，你攞雷蛙嚟釣過石甲，容易挑戰啊！攞呢只冇嘢做噶嘛，橫掂都係嚟玩噶啦，我哋呢個篤個雷蛙個身仔嗰度，呢啲好放啊！篤落去，攣落去，佢就有噶啦，一直有味噶啦，釣生魚又得。誒、哎，釣石甲，雷蛙釣石甲，我哋試下先。有咬，哎呀，有咬，不過冇打到佢。淡啲水先，雷蛙沉底拖石甲，又篤篤喺前面。都有得，都有得沉底。叫我钓条木鲈，想用雷蛙，没有用雷蛙钓过木鲈的。好，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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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来中了，中了，雷蛙钓木鲈，哎呀，看，哇，哇，圣水啊，圣水啊，这就要给它吞了，多简单。我呢度，我呢度，我呢度，我呢度长啲，我呢度长啲。应该都系呢个位浅啊，你呢个位好深。哦，挑战成功啊！哎呀，你话钓木鲈啊？正常钓到了啦。哎呦！蛙钓石甲，哎，我知油。背光，背光。我知油喺边度？我知油，我喺个石头，我攞埋知油先，剩一个。哎，哎呀，拖粮。中中，我翻嚟先，搭住先咁咯。你停甩咗。哎，来，你蛙钓木鲈啊？不过夹这个我、哦、夹这个东西放在雷蛙的脖子里面，嗯，敢敢挑战啊，有味道啊，钓到了啦、哎、这个好啊，这个新的要出了，应该是老板、哦、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、啊、已经有卖着了，这个新产品，嗯，哇，小雷蛙这个要等一下，不能立刻打这个，哎，一只OK，OK，、okay. okay, 好，谢谢。